点点，那一点点，这个水袖哈、哦。通常你们看唱京剧都很多，那个青衣都会捏住这里，你知道，这是工整哈、哦。但是我们歌仔戏的比较活泼，你就可以这个开捏一点点，哎，捏一点点啊、哦，哎，看一下，哦，好，移身体移，再看。哦，不要再看这样像看猴子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哦，你这样看就像在看猴子一样。所以就是这个身体，我们的身体移回来，哎，看一下，好、哦，再看一下，哎，好、哦，就不一样了。哦，所以看正面哈、哦。好，我原本是这样在看，回头再拉一点看，眼睛也是看那个方向。好、哦，再看一下，好，不要这样。知道了，这是拉我们戏曲的拉气线啊！不要看到帅哥就一直过去，一直过去，一直过去。好，这一看，拉回来看一下，哦，这才有在看眼睛在看东西的感觉。抓一根，小生也是，抓一根姿势以外，他的眼神也是对，那是算准。哦，有没有男生也是这种移动方式啊、哦？记得啊、哦，再来。好，先来看到那边。好，拉回来，再看过去。好，哎呀，很不错。低头看地上的瓷砖，手下去，交叉。好，好，我假装看别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起来，上脚。翻一个，翻一个，我看外边，我就是不看脸，哎，有没有？看那边了没有？拱门那边，有吗？有。有，头向哪里？头向。还有边呢？向边边边吧，边反正往前边边右边。哇，右边。这边叫做右边。右边。不是啊，看看看右边。看右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头袖下来，抖一个，好，这里小弯，好，小抖，收起来，去脚，再看一下那个帅哥，有吗？再看了没有？有看吗？你们谁没看到帅哥的举手？哈哈哈哈哈！帅哥，你帅哥，帅哥在那搞景啊！看我的哈！有看到帅哥哈？有没有？好，好。看到美女了。收起来，不要这样子哦！啊，是平的，就是胸前线啊，一个手在前面，一个手在前面，一点点，再有圆弧形，有没有？好。拉过来，脚要走了，这个脚拖过来，好，往这边走，眼睛看那边哦，看帅哥哦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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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拔一个袖，拔一个袖，好，再交叉，我再看一遍，有了吗？有啊，有看到帅哥了哦。有。哦，你那长得好帅。38，你要看那个姐姐脚步方面，人家站得很好。嗯。哎呀呀，你那男生呐、啊，你都被你们那个男生给绊倒了啦。哎呀。